排列好，落进纸板里面，同时纸板成型。接着就是封箱，这种是采用热熔胶机喷胶的方式进行封箱的，这种封箱效果牢固可靠，设备稳定运行速度15箱每分钟，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等行业，是一款占地面积小、经济实惠的装箱机。